员的老少，短短三点钟的时间，陪伴咱个流水嘉宾，共同度过一个轻松的夜暗暝。两时今日今日的两时，今日是咱台湾岁数新旧年咱的三月十九日，恁的中秋中秋恁的两时，恁的关于合作跟恁上面开张信号，恁相信圣诞中秋的大个日子。而且这是准备的感谢，感谢恁的请客当十六，感谢恁的港当十六港民众代表，感谢恁的港当十六港进步代表，感谢文香董事长江永绍董事长。刚想在那刚当十六刚一起当十六，刚想在那刚当十六刚心情在掉，刚想在那刚当十六刚树林在掉，刚想在那刚当十六刚县名在掉，刚想在那罗当十六罗县名在掉，刚想一想在那刚刚情在那恰数当十六，你先不叫我在那恰数当十六，一定不管你开偌多，只管你在那为谁谁个办法对，你没了嘛开没谁，我就是情愿来投在一个，我们叫那个流水咖啡给到情路的你后，你的潇洒有寂寞。来到七里村的民村，代代村流风名声。来到八祖传承村，看七里庄中古迹村。真的不能不能带着恁大拿新鲜创意来秀，你能不能不能带出当地要到小米收成的领导？为我们请来宾共同做一些轻松的夜安眠。你希望我们一个光亮麦克风空耳机，来给我们建设非常未来的空气会刚才写到头边。来，如果给你空耳机享有看到声，叫声的你根本的时间，完全的建设非常未来的。我们唱咱的厝边头尾，大家看到是恁的风范，是不是？王董大将会当大赚钱，感谢恁的演讲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，期待再相会，谢谢。